How to be a GQ man online？ 配合这次网络与数位世界的专题 ，GQ 的封面主题发想来自于 Facebook 上面最火的游戏 Mafia。Hello， 所有 GQ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仔仔周渝民。封面人物周渝民穿着帅气的黑手党服装，脚踩 Monitor， 以键盘代替机关枪。滑鼠座带金，你可以想象有多好玩了吧？网络其实是对我来讲是离不开我自己身体的，因为我喜欢在网络上面打线上游戏，所以线上游戏里面的朋友应该都是网络交友。那我比较喜欢把自己投身在一个都很公平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，然后或许人家讨厌我会喜欢我的，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聊天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比较真实一点，因为比较公平也比较平等。我觉得今天的工作的进度跟大家一个团队的合作是很顺利的，最主要是。在开拍以前都有给我一些 reference， 那些东西可以让我去模拟跟参考，所以当我们场景摆出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比较快的进入状况。Thank you.